大家看看我现在的办公室哈，这是我现在的办公室，这是我的座位。这个旁边是我下面小黑的座位，还配着空调。这中间做了隔断，这隔断是那个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隔断就是医务室的隔断，里边是医务室，这倒是放药，看，这是那个，检测器、平衡尺跟那个，这个叫水平仪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有这个，我们还有个还有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咖啡机，这是昨天买的香蕉，看，这香蕉是600西法买1公斤香蕉，这是当地的水，看看当地的水，当地的马里的水。各位看一下啊，因为，这后面是马路，后面是马路。门锁上，要不咱们出去看看，出去看看工地什么样，好吧？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工地，工地现在正在打那个打混凝土地基呢，一个装载机，那个是八大银行的总部，那边个地方我们到时候建10层的那个停车场。那个地方都是八大银行的，就是分部建5层楼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吧，就是我这个办公室对外拍摄的状况啊。等着那个下次我给大家分享更多点，最近这个感觉这个身体状态不太很好，没达到最佳的状态。如果大家能够更好的关注我，我就有动力了哈。下次给大家拍下马里更多些趣事。我现在目前在马里共和国，就是产黄金的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多关注关注我啊。大家下次再见吧啊。